阿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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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
师傅，大师，我食人无数，罪孽深重，我死有余辜。就算你杀咗我，唔好喺我面前做戏，我都做过妖精啊！想死又话得，成全你啊！杀！呢位施主虽然杀人无数，罪孽深重，但系佢而家竟然知道悔改，你就俾一次机会佢，等佢重新做人。哎呀，重新做人，师傅，佢妖精嚟噶。大师，有只走草喎，等你先绑住呢只保护师傅，嗰只等我嚟，交俾我喺呢度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老孙飞过都会毫无反应。好，等我用金睛晃眼。哎呀，你咩来路先？你只何妖以为变只白马就可以瞒得过齐天大圣？哎，你今日走得去边？悟空七十二变。中意食人啊嘛，好，等老孙今日红烧马肉啦。悟空，停手！次次都系咁。师傅，呢两只河妖罪该万死啊！可以死喺我老孙手上，佢哋已经三生有幸啦。善哉善哉，我佛慈悲。佢两个虽然罪孽深重，但系只要有悔改之心，我哋好应该俾一次机会佢。你放咗佢先啦。唔系话，师傅，你系咪想唔听为师嘅说话？放就放啦，李师傅你话点就点。太子，师傅，观音菩萨啊！三藏拜见观音大士。唐三藏，你哋起身啦。西海龙王太子，你昔日因一时还乱，烧毁你父王殿上嘅明珠，故犯下大逆不道之罪，被贬下凡。哦，原来呢只河妖同沙僧系有咁多相似嘅地方嘅，佢哋以前一样都系神仙，仲有啊。他们两个都同样犯了打烂东西的罪。唉，不怪得知他们这么难兄难弟，臭味相投。快点直，没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，你先叫我啊，阿爹。今日幸得唐僧路过，你们都算有点缘分。那呢，以后你就以白马之躯助唐僧上路取经，若他日得大成佛法，必还你今生。多谢观音，多谢。卷帘将士，你虽已痛改前非，但因作孽太深。如果你肯陪同唐僧往天竺，我就免你再受飞刀刺心之苦。
你愿唔愿意啊？多谢观音菩萨。唐三藏，你意下如何？一切遵从大师意旨。好，希望你哋五师徒能够齐心一致，顺利取经。卷帘，为师今日系奉咗观音大士之名，帮你剃度出家。日后你就陪同为师、悟空、八戒三人前往西天取经，你知道吗？卷帘知道，卷帘定当遵从师父、大师兄、二师兄嘅吩咐，一同前往西天取经。为师而家就帮你起一个法号，你法号就叫做悟净。多谢师父。系啊，师父啊。吴正究竟即系点解啊？吴正即是话你喺条流沙河度浸太耐，惊你生沙沙。吴正，吴正，唔干净，唔干净。吴正，你因为打破琉璃灯而罪犯天条，而琉璃灯乃智慧之物，你在流沙河之中亦残害百姓无数，作孽甚重。日后你应陪同为师。一齐诵念心经，以保当日之过失，你明白吗？弟子定当遵从师父吩咐，将勤保拙。咁你起身。啊，系啦，师父啊，咁我而家有啲咩做啊？有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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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嘅。时间都唔早啦，摘啲生果翻嚟大家食下啦，好嘛，师父。知道，大师兄，我去啦。诶，等等等等。买只死肥猪一齐去，起喺度都瞓着觉，冇鬼用嘅你。我唔系瞓，我系冥想。你系企住嚟瞓，瞓住嚟冥想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你哋两个唔需要再争论啦。悟空就讲得啱啦，而家天色都唔错，八戒你就同吴正二人一同去揾啲食物翻嚟啦。哦，快啲去啦。哦，咁你做咩啊？我啊，梗系喺度保护师傅啦。啱啊啱啊，二星啊！大师兄呢个法力系最高强，佢留喺度保护师傅咧，师傅一定安全嘅。二星啊，我同你去揾生果咪得咯。大师兄啊，你想食啲乜嘢啊？同我整箱半生熟梅花点靓招翻嚟啊！行啦，二星。半生熟。阿弥陀佛。最新劇集《逆天奇案二》已經在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了，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？快點去下載這個 Apps 來煲劇吧。